龙井茶是绿茶吗？按照色泽和发酵程度，茶可分为绿茶、白茶、黄茶、黑茶、青茶、红茶，而龙井茶则是产于浙江杭州西湖一带的绿茶。龙井茶是浙江省特产，产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龙井村周围群山，并因此得名。西湖周围的群山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，年降水量在1500毫米左右，有优越的自然条件，利于茶树的生长发育。龙井的茶芽不停萌发，采摘时间长，全年可采30批左右，几乎是茶叶中采摘次数最多的。冲泡出来的龙井茶，茶汤绿亮有光泽，看起来十分的清澈，茶汤闻起来香味十分足。冲泡后的龙井茶的茶叶在杯底舒展开来，一片片的十分整齐。